习惯性大力揉搓眼睛，引起眼部细纹松弛。嗨，大家好，是我彩玲这边。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，经常熬夜追剧啊，然后熬夜打游戏，然后再加上呢大力揉搓眼睛？你知道女生的第一个皱纹长在哪里吗？是眼睛。不注重眼部护理呢，眼袋、干纹、松弛，分分钟让你看起来老十岁。光用眼部精华跟眼霜是远远不够的，眼膜一定要给我用起啦！推荐大家用这款 iPad Thai Shoe Mask， 它是呢眼睛蚕丝面膜，它呢里面是这样子独立包装的，然后呢它一罐里面呢还配合了一个满满的精华。你们看它是不是像蝙蝠侠那个面罩一样，它是全脸覆盖的哦，不易脱落。然后呢它里面还有玻尿酸加水解胶原蛋白，有超强的补水效果，然后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我们眼部的胶原蛋白啊，恢复眼部的弹性，改善眼纹和松弛。里面呢还添加了迷迭香，可以改善我们眼睛的浮肿啊。再来就是牡丹根，可以帮助我们收紧眼袋。用后的效果你们看到吗？这是水润水润的，让你有一个精神焕亮的眼睛。而且呢还用了一段时间后，你可以真的看见我们的干纹啊、细纹啊有明显的改善哦，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补充我们眼部的胶原蛋白。好了，你们的眼膜一定要用起来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